下官是因为爱慕王爷，住在隔壁也是为了能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想着可以时时见上王爷一面。订酒店就同城，提前订随心退，贵就赔。同城旅行邀你收看《灼灼风流》。这粥还是稀了些，孩子们都在长身体，多加些米才行。公主，最近米价上涨，定金记账堂刚开不久，不管是米粮还是银钱都有些吃紧。本宫回宫后得了不少赏赐，先拿来用吧。是。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沈大人怕是不会再来济善堂了，毕竟您当众拒婚了。沈先生，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呀？惊鸿一瞥，这不是您的名字吗？惊鸿一瞥呢，也是一个成语，它是讲美好的人或事物，虽然只是短暂的出现，但是也可以让人过目不忘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懂了吗？懂了。找了半天，原来我们的状元郎在这儿啊！赶快来领旨。圣旨到。沈惊鸿，怀州人士，昭明24年一甲状元，授翰林院正六品编纂，主者施行。昭明24年3月5日。至可，谢陛下圣恩。本宫呢，是特意来恭喜你取得头名的。
可在你家等了半天，居然没有等到你。没想到，你竟然躲到黄姐这里来了。还请大殿下恕罪。本宫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臣儿莫要责怪沈状元，他近日常到济善堂帮忙，孩子们都很喜欢他。黄姐还是那么心善。哎，这济善堂，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助，尽管来找我。那黄姐要谢过琛儿了。黄姐大可不必跟我这么客气。本来本宫还想为你庆贺一场，不过现在看来，你好像还没有忙完。多谢大殿下的美意，不过在下答应了那些孩子，还有一堂课要上。哎呀，无妨，那我们就晚些再聚。黄姐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替本宫送一下大殿下。是。你随本宫来。好。你得中状元是天大的喜事儿，本宫有卷明县治正禄，送你当做贺礼。宦海沉浮，切记任重道远，莫要中途辍足。记住了。大皇子如此看重你，你该以仕途为重，尽心地辅佐他，以后不要再为其他的事情花费精力了。为官本就应为百姓效力，而下官今日所做之事，同是为百姓谋福祉。小姐，行李都打包好了，朱雀街的房子实在太贵了，交完这些房租咱们就没什么余钱了。放心吧，你们家小姐我啊一定会努力赚钱的，不会让你饿肚子。咱们都不能饿肚子。没错，咱们都不能饿肚子。哎，对了，菊丽，这些药材一会儿帮我都包好，分别去送给陆大娘、宋姐姐他们。等咱搬到朱雀街，离花巷可就有些距离了，以后来往起来不像现在这么方便。这些常用药留给他们。小姐，咱们的新家真好啊。比花巷那里大了好多好多呀。就是房租真的贵，能买好多个酱肘子，但是为了三姨娘再贵也值。如今功名有了，房子也租好了，等过几日休沐，咱们就要正式开始去找阿娘曾经住过的院子了。等查清阿娘的身世，我再当了大官，俸禄也会涨不少，到时候你想吃多少猪肘子就给你买多少。小姐你真好。哎，小姐，那你想吃什么？
你怎么满脑子净想着吃啊？能吃是福，就是今晚的菜还是咸了点儿。好，下次给你做淡点。嗯，早点睡吧，明天一早我还要去翰林院报道呢。这么快就睡着了，真是个猪丫头。从今以后，再也不能将自己的命运交于他人手中。我要自己走这条路。谁啊？没人听闻你与那位女探花走得很近啊。女子科举出世不易，孙女又欣赏其才华，所以就想多帮帮她。哎呀你呀，总是这般良善。你才跟他认识几天呀，怕是连他出生何地都不知道吧。在我年幼的时候还受过公主的教导呢。那真是太有缘了。是在江南吗？公主，您记起来了。只是听你的口音应该是江南怀州一带人。我是延州人。这个孙女倒是知道，她出生江南延州，年纪轻轻便中了举人，可见才华过人。哼，好了，你在哀家身边伺候了好一会儿，怕是累了，回去吧。那皇祖母，您好好歇着。太后，裴兰已经监视穆周华许多天了，并无异样。除了什么？搬了出新居。毕竟刚刚升了官，住在花巷确实也不太合适，离当差的地方近一点也是情有可原。若无异样，便不需要在此女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是。裴兰明白。居丽，居丽，快起床啊！起床了。怎么样？小姐，你怎么起这么早啊？昨天又是打扫房间又是搬家，你都不累啊？不累，今日可是我第一次点卯，要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这个新的开始。
咱们翰林院呢，除了修书撰史之外，还负责起草诏书。别看咱们翰林院的人品阶不高，可这里皆是培养储相之地呀、啊。诸位眼下看到的就是修书撰史的地方，也是诸位以后办公之所地啊。这工作看似简单，可里头的学问大着呢。哦，孙大人，哦，对了，以后如果诸位有什么不懂之处，皆可来问我。多谢多谢前辈，承让，走，里边请。走。咱们翰林院还是第一次有女子为官呢。那是你的位置，这边就是穆编修的位置。你瞧瞧啊，这官服穿在她身上，不伦不类的。这女子呀，就应该纤巧温婉啊，那才招人疼。难道你还想让她涂脂抹粉、花枝招展的过来吗？哎，那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你说她一个女子能干什么呀？最后不还是要嫁人生子啊？还不如打扮一番，让我们养养眼，看行。如此说来，那在下觉得，男子宜家宜室，也适合在家相妻教子。那诸位不如回家洗洗手做羹汤，岂不美哉？而且前辈怎知，古人人的人和妇人之人的人，不是同一个人呢？如果依二位所言，这人固有意思，那二位还何必要做这个官呢？不如买一口棺材，躺进去不就完了？哎呀，不愧是金科状元和探花呀，皆是卓尔不群之人。说得好。那孙编修也别忘了，还有你这位金科榜眼呢。哎，过奖过奖。又在大放厥词了，父皇竟然要让这样的人给本宫教训。参见大殿下。本宫作为金科主考，为诸位才子做最后一件事。本宫此刻前来，是为了下达陛下口谕。着沈惊鸿、孙云谦、穆卓华不日到知行斋开课讲学。谢陛下隆恩。都起来吧。这几年都是老翰林为我等讲学，今年是父皇改了规矩，尔等可千万不要辜负父皇的一片厚望。微臣领旨。这院内院外种的都是翠柏，唯独就这一株丹桂，真是不伦不类。大殿下，下官觉得这株丹桂长得挺好的，风骨不输苍松翠柏。穆编修就不怕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吗？原来下官跟大殿下所见略同，下官也觉得这丹桂当真是木秀于林呢。穆编修还真是能言善辩啊。殿下所言极是。好，那本宫就等着看看穆编修究竟有多少的真才实学。恭送大殿下。
哎呀，这如今得这机缘，要给皇子讲课，那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成了皇妃了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想当女人了。你。依我看啊，这院子里唯一一株当归，定会长成凌云木。谢谢神兄，我也相信，有志者事竟成，苦心者天不负。说得好。你们准备为三位皇子授课，打算讲些什么呀？讲什么呢？我讲地理吧。地理？嗯。穆宾修还真是博学啊。沈兄说笑了，通古博今我可比不上二位，但是我读的书比较杂，我去跟皇子们讲一讲这天下的风土人情，希望皇子们能喜欢。哎呀，这三位啊，是一个比一个难办。金虎兄，届时你得替我们做好前锋哦。穆边修都没有紧张害怕，你在这担心什么？也是啊。孙兄、沈兄，你们说，若干年以后，咱们能不能也像这凌云木一样顶天立地，撑起宣政殿的半边天啊？我想，一定可以。此生得遂凌云志，不负江河万古流。只要给我沈某十年，不，只需五年，定要让这南陈朝堂变一个模样。哎呀，我呢就没有金鸿兄这般高远的志向，只想管好工部这摊事儿，修建城池，善砌楚墓，叫天下百姓再无离散之患。孙兄、沈兄，那咱们今日就以这丹桂为证，五年以后，咱们三个人也一定要立身朝堂，闯出个名堂来。好，好。小姐，你在画什么呀？这是地图。嗯。过几日我们三甲就要去给三位皇子讲学了。这沈惊鸿是大皇子的人，孙云谦是另外两位皇子的表兄，只有我。啊，势单力薄呀，小姐。不过呀，你们家小姐我都已经逃婚成功，科举取士，并且取得了定王殿下的信任，这每一道关那么难都能闯过来，难道还会怕去给三位皇子讲学吗？嗯。哎，对了，居里，嗯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让你准备一些礼物吗？嗯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明天休沐，咱们该帮阿娘找找她以前的家了。早就准备好了，小姐，咱们明天一早就能出发。明天一早就去。嗯。小姐，你确定这样能找到？嗯，我记得小时候阿娘跟我说过。阿娘，你喜欢杏花？阿娘不喜欢杏花。阿娘小时候啊，也是一年春天，杏花开满了枝头，花瓣啊落到了池塘里，阿娘就去拾杏花，掉进了池塘里，差一点点淹死。那然后呢？然后阿娘就记不得了。杏树和池塘？对，这条街如果都是老太医的话，那咱们就找找看吧。嗯，走，从这家开始吧。
来了来了。你好，两位姑娘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是刚搬过来的，住在17号小院，特意想来拜访一下街上的邻居。菊玲，哦，这是我们准备的一点小心意，还请您笑纳。哎呦，你们也太客气了，赶紧进来吧。好，谢谢。打个招呼就好，还送礼物。我们这儿啊，常有人搬进搬出的，像你们这么讲礼数的，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呢。您家的杏树开得可真好。在这朱雀街啊，就属我家的杏花开得最好了。大姐，您的意思是说，在朱雀街上栽杏树的人家还不少吗？杏林春满。以前啊，太医院的太医们都喜欢在院中栽杏树。哦，那这街上有不少太医啊？以前有，现在都没有了。30多年前，这有几个太医遭了大祸，其他太医忌讳，就都搬走了。遭了大祸？是啊，听说没能救下宫里的贵人，被抄家了，连家眷也都没入贱籍了。哦，找了一天，整条街这么看下来，很多家都有杏树，就是没有一家有池塘的，就剩隔壁这家了。街上的人都不知它的主人是谁，也没见有人来住过。但是这么大个院子，应该有池塘吧？哦，小姐，你是想说……哎，菊玲，帮我搬个梯子来。哦，好。小姐，你要梯子干嘛呀？我要过去看看，快去。那小姐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应该是有池塘的人家。来了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来。这样就安全了。傻丫头，我这是去拜访邻居，又不是闯龙潭虎穴，至于吗？以防万一，谁知道里头是不是藏着只大老虎呢？真有大老虎的话，你点个痣就管用了，这大老虎吃人还看皮相呢。快去帮我搬梯子。快去。小姐，上吧。菊丽，你在家等我啊。小姐，你千万要注意安全。后脑勺怎么长得这么熟悉啊？直墨，给我披上披风。直墨，哦，此人是定王殿下。直墨，把披风拿来。跑吧！不行不行，他要是转头看怎么办？不管了，赌一把。穆卓华，怎么又是你？王爷，王爷，下官只是好奇，看隔壁没人，想过来看看，没想到居然是王爷的宅子。王爷，您披风掉了，我给您捡起来。
居然这么巧。这兴许是缘分。穆卓华，你的脚步出卖了你。王爷，下官并非有意隐瞒。王爷，您仁慈心善，就饶了下官吧。下官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怎么办？王爷要干什么呀？我哪知道他凑巧就在这里呢？我还没想好如何选择，怎么又自投罗网了呀？随本王来。啊？姓舒，知道，外祖的宅子就是这儿。照你的意思是，你就住在这隔壁？下官也觉得这件事巧得很。是巧得很啊！你一个翰林院的编修，翰林院离朱雀街还远得很，你为何选择住在这儿啊？哦，王爷，那是因为朱雀街的房租便宜。王爷，像您这样尊贵之人，哪里会知道我们这样漂泊之人的不易呢？浮云寺那天，本王刚给了你500两，这么快就用完了？完了完了，看来装穷过不去了，只能另想办法。王爷，下官是因为爱慕王爷，偏偏王爷又不理人，这才偷偷跟了来，就是为了能一解相思之情。住在隔壁也是为了能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想着可以时时见上王爷一面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王爷，那日回城的路上，下官不是突感风寒吗？王爷这一路上都是亲自悉心照料，从未有人对下官如此之好，所以下官便对您动了情。但是下官自知身份低微，不敢高攀，所以就想着只要能默默地守在王爷身边就好。下官如今只凭着后脑勺就能认出您了，这可见对王爷您是情深见笃。看不出来，你倒还是一个情种。王爷，为了您做什么都值得。而且下官之所以如此胆大，那也是王爷您勾引下官在先。本王何时勾引过你啊？王爷，您要是不喜欢下官，为何那一路上会亲自照顾？您的身份如此尊贵，为何不假以他人之手？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如此体贴周到，那必然是心存喜爱。还有，下官赢得的这牡丹花，王爷您要什么名花没有？因为花赠有情人。王爷要不是心里喜爱下官，为什么非要把下官的花给要走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说本王送你的玉佩
还成了定情信物了。王爷，您这是承认你喜欢下官了吗？你既然说钟情于我，那之前你不知道该选哪条路，现在该有答案了吧？王爷，这是两码事儿，两码事儿。王爷这般盯着我，不会是看出我在撒谎了吧？不，别动手啊！我是真的没有想好。这是什么？王爷，这一个姑娘家出门在外不容易，想遮掩一下，啊，这个叫可夫痣。王爷，您现在不生气了吧？本王若是生气了，你当如何？还生气的话，那下官就再想想办法哄哄您。好吧，本王不怪罪你了。多谢王爷恩典。地上凉，快起来吧。是。那就不打扰王爷休息了，下官先走了。王爷，该喝药了。王爷，他刚才说爱慕您，肯定是在湖州。前两日，他给整条朱雀街和朱雀后街都送了礼，尤其是朱雀后街，基本上每一户他都上门拜访。他这个人，无利不起早。若是没有图谋，不会这么殷勤。他这样挨家挨户拜访，是在找什么呢？你觉得他是在找什么？从他之前的行踪可以知道，他并不知晓他母亲的真实身份。他也跟您说过，一心想让他母亲魂归故里。难道他的外祖父是傅盛如？傅盛如的独女，当年的确是被没入了剑气。这倒与他口中所形容他母亲的经历对得上。若不是母妃难产而死，给了幕后之人可乘之机，他母亲也不至于沦落风尘，他或许能过得更好些。王爷，这穆卓华满口胡言，就算他与幕后之人没有关系，肯定也没安什么好心。您为何不公开他的身份，刚好可以引蛇出洞？大丈夫行事，自当磊落。属下知错。那傅盛如的事，要告诉他吗？告诉他的话，也不一定是件好事。今日之后，他应该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。知剑，你说世人为何惜华？因为美。因为生动。生动向上，永远向阳，这是我这种一直于死水浮沉
精通朽木的人，十分向往的。这，啊，这，哎，小姐，稍微忍着点好。嗯。对了，小姐，你夜闯定王宅邸，他没生气吗？生气倒是没有，但我觉得他肯定不相信我编的理由。那你编的什么理由啊？我说我爱慕他。啊，小姐，你还调戏定王殿下？这怎么能叫调戏呢？这分明是保命。万一定王殿下说我图谋不轨，深夜窥探，一刀把我砍了怎么办？小姐，你别吓我。嗯，没事没事。所以你家小姐我啊，机智。我就说，我爱慕他，让他无处发作。哦，那就行。哎，对了，小姐，那个隔壁到底是不是三姨娘？曲丽，咱们要想好好活着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埋在肚子里。定王殿下他不想我牵扯到这些事情里面啊，千万别忘了。嗯，对，我就是咬死了，我爱慕他，就是爱慕。小姐，这边还有点要涂一下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居里，你明日得帮我找件衣服，能盖住这个伤。明日我还。